小白，Hello，放你出来哈。小白来开饭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进去，进去。叼了一个骨头进去，嘿嘿，你慢慢吃哈。大家好，今天来这个鱼塘里面钓鱼啊，好久没来自家鱼塘钓鱼了，看一下能钓到那个土鲫鱼吧。这个鱼塘土鲫鱼比较多，今天咱们钓它一上午，看一下收获怎么样。今天把这个太阳伞带过来了。到我的桃花岛上面钓，也只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钓鱼，这个钓点非常好。今天的天气好热，这个温度好高，37-8度，幸好带了这个防晒的，不然的话这个鱼钓不了，受不了，哎，太热。现在开始拌料了，两种料，好香啊，这个料真的好香。现在开始钓鱼了，我感觉来自家鱼塘里面钓鱼是一种享受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今天主要的目标是那个土鲫鱼，然后估计等我草鱼会上，但是这个草鱼不是我的目标，如果钓上来的草鱼比较大的话就带回家吃。看一下今天钓这个土鲫鱼能钓多少，哎，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一条鱼都没钓到，如果在自家鱼塘没钓到的鱼的话，那真的是丢脸了。如果今天我没钓到鱼，我直接把这个鱼塘干了，下鱼塘抓鱼，我就不信了，是吧？在自家鱼塘钓不到鱼，这里面也有将近2000条鱼啊。我们这个鱼塘放了1000条草鱼，然后再加上去年的鱼，差不多有1500条到1800条左右。钓不到鱼那就奇怪了。这个鱼塘里面去年的草鱼好大，去年的草鱼将近有2斤、2斤8两，3斤左右。终于上了一条，不知道是啥鱼。好哇，不知道多大这条草鱼呀，斤多一点点。哎，哦，断掉了。这鱼钩在嘴巴里面会不会死掉啊？我要拿个抄网来，我这里有抄网，哎呀，忘了带过来。丢人啊，在自家鱼塘都钓不到鱼。哇哇，啥情况啊？钓了2个多小时，下午的时候去那个大鱼塘去捕那个麦穗，还是捕那个麦穗鱼啊比较好，10来分钟就可以捕到上千条。我钓了啊，回家吃饭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去那大鱼塘里面捕鱼，走喽。